师兄以心机一回，结果如何？心机超人心无清净，以开出两个选择，一是上帝国所文中之片，二是红将士探袭的记录。心机知晓上帝国，代表伊对三教已有相当的了解，老多以为不只是上帝国之片。人生顺运，众生之道，应也在他大无我之中。人呀，但我不可能随他之愿，那就找出红剑士探袭其下落。此人真素未闻，也是令王上帝国一门先天之德。我正有此意，如今便再麻烦你了。我明白，引兵将起。